居然有宝子说我不会玩绿友胶带，虽说他被号称最难粘的，但是本叮当啥胶带没见过？你要说我不会玩绿友胶带，我可不服气哈！今天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绿友胶带粘一号龙珠。玩绿友的精髓就是多喷点这玩意儿，然后抹一抹。一号龙珠上面我已经缠了几圈双面胶，但是吧，这样起球好像不太行。算了，用我的万能球来起，拉起丝以后再移花接木。居然移不过去，木有关系，重来，把胶带拉宽一点。这咋还是不行啊？我不会要翻车了吧？直接用大龙珠来起球呢，好像更不行，还是用万能球吧。哎，有戏有戏！它咋这么容易断呀？这个黄色的胶带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，还是换个紫色的试试。来来回回试了好多好多次，可能是我玩徒手起丝的宽胶带玩习惯了，玩这个绿友胶带要很慢很温柔，这不就粘起来啦？成功，看起来还不错吧？我的技术看来得再练一练，过几天我再来挑战绿友粘冰球，在评论区打出666给我加油吧。